听我们的那首歌，翻开我的歌谣联络簿，想敲开你家的门，你家的门。凤飞飞的歌声陪伴台湾人超过了40年的时间，她对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完全超越了年龄、性别、族群还有国界。因此2012年初凤飞飞过世的消息一传出之后，让华人世界无数的歌迷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在过世一年多之后，今年5月份凤飞飞才获得了第24届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同一年的金钟奖呢也获得了特别贡献奖的奖项，影视跨界拿到2座特别奖，凤飞飞算是破纪录的第一位。今天我的歌谣联络部就要持续带您来回味几首金曲奖的精彩得奖作品。提到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知名音乐人陈志远对于华语流行音乐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陈志远曾经制作过苏芮、黄莺莺、王杰、张雨生、张惠妹、小虎队等人的专辑，也曾经创作出许多畅销金曲。在他的一生中，编曲创作的作品超过了上千首，其中还包含了欧阳菲菲1993年所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拥抱》。同时，欧阳菲菲也因为这首歌曲带入了 Tokyo D 这8个人的专属舞群以及嘻哈舞步而风靡流行乐坛。在1998年所推出的《求基国教》专辑，打破了当时许多人对于台语歌曲的刻板印象。这张专辑当中的曲风，从光复初期的台语老歌韵味，到前卫的都会感都有。除了原本伍佰就非常擅长的摇滚之外，还加入了民谣、电子、舞曲、嘻哈，甚至是爵士的元素，也让这张专辑一举拿下了第10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专辑的肯定。哎呦喂呀，哎呦喂呀，感觉我心花开。我未来对你空嘴薄舌，我现在所有拢总乎你，无心地啦，无心地啦，要安怎样拢无关系。杀掉你，杀掉你。林小培在出道之前呢，曾经在日本的温泉饭店驻唱。回到台湾之后，1998年推出了他的个人首张专辑《Shino 林小培》而走红歌坛。这张专辑还让林小培打败了陈绮贞以及阮丹青等歌手，获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肯定。其中有一首《他的眼泪》是描述情侣间受到第三者介入而毅然决然分手的情歌。整首歌都是从女生的观点出发，呈现出积极洒脱的态度，也让《他的眼泪》在推出后没有多久就走红。我的温柔像他的眼泪，我的防备挡不住他的侵略，眼睁睁看你从眼前慢慢退，慢慢退。我的真心比不上他的娇媚，我的让步换不回你一些些，我该就此放手不再追。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这个奖项从1990年第一届开始设立，却在1997年第8届起废除。不过2006年的第17届起又恢复颁发。每一年入围跟得奖的作品呢，都是音乐市场当中当年极具代表性的作品。2006年由蔡依林还有陶喆所演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在当年一推出就以轻快的旋律、幸福的歌词受到广大乐迷们的欢迎，同时也成为后来婚礼场合当中必定会出现的浪漫情歌，因此这首歌当时也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肯定。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
更多怀念精彩作品，请锁定华视每周六晚上8点，我们的那首歌。